面貌不太好，然后跌跌撞撞的朝我们走来，然后他就对我们说，说我是杀人犯，然后要求我们给他报过警，然后我们就是问他说在哪杀的人，他说在范县他老家，说是走到这了，走了有20个小时，就是爬到车上，爬到车上，爬到车上，上周打的车，走，周是啥？啥都没啥，你这里就出来啊，别动。问他杀了几个人，他杀了3个人，把他原前妻还有2个孩子都给杀了。问他怎么杀的，说是用刀。你是啥子？走的不知道多久了。他就连夜就跑了，他不敢走大路，然后他就一直走的小路，然后走着走着就走迷路了，走迷路了以后摸到咱们那个文南邮区。